和中府七岩山大通院存寿禅师，出讲经论，后于十霜之事望泉住后，僧问如何是和尚得利处？师曰：不拘无礼位，岂坐白牛车？问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师曰：如莫问出水后莲花是吗？僧无语。师平居罕言。 叩之则应，寿九十三，是真迹禅师。